我过年期间真的什么一点工作一点学习，一个字儿也没读，就是但凡我学习了或者工作了，都是对假期的一种不尊重哈。然后所以呢，现在放完假之后，就是学习的那个还有工作的欲望，其实还是挺强烈的，就是一直被憋着的、压抑的，所以现在就是赶紧冲冲冲，就要开始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报复性学习。现在呢，我就是选了一个比较算是轻松的项目吧，可以稍微的，就是怎么讲呢，娱乐性，好像也不叫娱乐性，就这个不是那么强度不是那么大的这个学习，就是看一下这本书，大概半小时，然后等一会儿再继续。我之前是看过两遍英文版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遍，然后前两年看过一遍，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买了一本这个中文版的，然后是想给那个学生讲一讲，看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我能上课就融入到这个课程当中的。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然后呢，我来做饭。今天吃意面，在这儿先煮一下面。然后我这个面是煮的比较软的，因为我喜欢吃软一点的意面。快熟的时候，我还往里面撕碎一点那个一片芝士。OK， 现在我吃完饭了，然后想躺一会儿，给你们看看这边阳光真的非常好。我吧午休，我真的很少睡觉，我也睡不着。然后等一会儿呢，我就是在床上面稍微躺一下，休息一下啊，刷一刷手机啊什么的。现在呢是1:57，哎呀，这频闪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闪成这样排出来？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开始下午的学习了。
啊，要一个大杯的燕麦速溶拿铁，然后少冰。就是吧，其实我看过那个《三体》的书，所以我觉得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就那种悬疑的感觉和那种惊喜的感觉可能会少一点，因为情节都知道了。但是呢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的那个脑子里面那个画面，然后现在能就是把它给呈现成电视剧的形式，我觉得也是还挺惊喜的。所以从这个方面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。他这篇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狗啊，然后也会去审视人，就是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够做成功，他会审视人的这个能力的。然后呢，有一句我听了半天，就是没有太听出来，就这一句。Female superiority in the social cognitive domain has been reported across many mammalian species, including humans。就是这个 report， 就是读的太日本了。在岁月里感受，铭刻在。刚洗完澡，然后换了睡衣，我现在就打算睡觉了，现在也挺晚的了。我觉得就是不管在过去一年过得怎么样吧，但是新的一年好歹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嗯，其实很多东西都能再重来，或者都能去改变的。也感谢大家对这期视频的喜欢，别忘了一定要对自己好，一定要爱自己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睡觉了。来开关呢。唱到记不清彼此模样。